就文字上的、语言上的相对统一，这是影响极其深远。因为你想想，孔子能够周游列国，商鞅之所以能够到秦国去做，这个宰相、大臣，就是因为他语言上的统一，文字上的统一，统一文字，这样就建立了官僚制，创造了基础。然后还有统一的赋税，这主要通过统一度量衡支撑一个官僚体制和一个军队制度，以及这个皇权，这样就把整个国家在政治组织上组织起来。中国是一个农耕的中国，它本质上来说都是小农经济，但是在欧洲呢，围绕着地中海形成的罗马帝国。那么这样一个帝国，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统治的，它是通过交通运输、贸易来联系的。如果是贸易的话，它一定更多是陌生人，更多是市，出现 city。而如果是农村的话，它一定是 country， 更多的是村庄。在这种基础上，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基础都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，是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了这个制度的建构。